你哋就喺立法會嗰度成功拉咗布啦，咁之後就今日就表決啦。咁你啊有冇信心可以大聲熱啲啊？可以即係會反到呢個方案？當然係啊，都知道唔會反得到㗎啦。咁今日通常話咩拉布啊？我覺得你見到建制派唔講係佢哋嘅事。他們覺得代表即是有人做代表講了那就 OK， 但是我相信對很多其他朋友來說，我想每個人都有些想說，因為今次是一個歷史性的時刻，無論對行民主路很愛的朋友，或者甚至是擁護建制很愛的朋友，我相信今天發展到這一刻，我相信很多人都沒有。我想如果你是投入香港政治，你去香港，你一路留意香港的歷史的話，我相信總有些事想講的。今天見到這麼多人在那邊支持，今天民主黨突然改變了一個的改變了一個態度，對於這一樣東西你覺得有什麼感受？我想是政治判斷的不同會造成到最後一個決定上面的不同，但是始終當然對自己來說都是有些傷，但是對長遠來說，我想民主派Poten 始終都是要找到適合的地方繼續合作，因為如果不是的話，那個力量凝聚不到的話，其實以後更加容易被分化被分開。大家繼續出一上街，當然對很多人來講，或者一下子消化不到，我自己都需要一段時間才消化得到。但是始終，沒辦法支持，不好意思，亦都沒可能支持。要咧聽人即如果通過咗方案之後咧，對整個泛民陣營第日動員咧有啲咩壞嘅影響？我諗短時間之內，我相信大家都要冷靜一下。但是大家呢幾日很多揣測話個版圖轉變啊，各樣嘢，我覺得最真實的真正嗰個格局有改變咧，我就相信是年輕人的參與。翻去煮飯啦，滿口方言。